谢谢。你的绝招真多嘞！来来来，看吧看吧。累了哈，好好休息。啊呼！一直变那么的。怎么这样子？凯特喵喵的那么沙盘还有吧？我觉得那个会比较好玩。凯特喵喵比赛。就是 Olen 在躺的那个门旁边那个。门旁边不是那个吗？好。什么的？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被打惨死了。什么的？哎、啊，你缠错人了，是缠那个。好，躺下。那你先躺下。哦哦，你看，好好来来，你刚刚怎么回事？你往哪边跳？哦，你真的好撒娇。好、啊，来，那就到我的身上来，要跳我身上是不是？那就好好的站着，好好的站着。站稳了吗？他可以跳过去了。不要咬我！哎呀，太厉害了！哎，哦，哎，不错不错哎，这个角度漂亮。两边都合在一起，身上长出了一个猫头。哇，你的绝招真多呢！来表演一下，还有哪一招？来来来！你不要边抢，不要看边抢，不要看边抢。啊，好。是不是以前我练蛮喜欢这样子？充一下电是不是？充电充电。你吃饭真是优秀。彪哥两颗去旁边吃怎样？嗯，那整盘都是你的啊。比较好吃。是哈。原来如此。我看人家有说，猫咪在街上有一个药品，就是它要刷有鼻子的。哈哈哈，它也是可以硬上啊，超厉害的哎、欸。真的哦。哦，等你想尝试吗？没地方可以让你站是不是？辛苦他了是不是？是吧，吃吃也好了。你知道这招叼住了吗？我的肉不够多，完全没有可以站的地方。太极拱腹左扳头，然后呢？怎么站？他只有想或不想，而没有能不能的问题。超可爱的，好不好？也许他可以站头上比较厉害哦。啊，香啊！弹琴，咚咚咚咚咚。来一首《满春红》哦，你小心呢。哦，不错，厉害，站稳了，站稳了。好好好，来下去吧。晚安。好，就这样子。你太可爱了啦，但是咬那个地方不是太好呢。你想对我的脚有什么非分之想吗？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。太可爱了，你很棒啊，越来越健康了。好，我来玩这个，冲过去。哦，很厉害，冲过来！哦吼，好可爱，精力充沛的阿虎，你真的是一个太皮了啦！累了哈，好好休息，晚安。哇，阿虎啊，是你吗？这个是怎么回事？会不会擦的油一点点多？长大了还是一样的撒娇，阿虎，有你真好。